今仔日咱要读的圣经节是记载伫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至第十节，啊，佫一位是十六节至二十节。头一节，安息日后七日的头一日，天父跟约大陆的玛利亚佮别个玛利亚来要看迄个墓，忽然地大震动。因为主的天使对天国乱，高开迄块石来坐伫顶面，伊的面貌亲像死人，色白亲像色，衫白亲像色。过手的人因为惊就尿尿喘，变亲像死。天使因遐的妇人讲：恁免惊，因为我知恁的。找定十字架的耶稣，伊无伫遮，因为伊已经搁活。照伊所讲的，恁来看主所到的所在。第七节，也着紧紧去甲伊的学生讲，伊对世人中搁活，也要带兄弟去加利利，伫遐要看去，恁要看去伊，我已经甲恁讲了。因紧紧离开墓，也惊也大欢喜，走去报伊的学生。忽然耶稣拄着伊，讲平安。因进前抱伊的脚，拜伊。耶稣就甲因讲，毋免惊，去报我的兄弟，叫伊去家己哩，伫遐要看去我。第十六节。若是在伊个学生去加利利，甲耶稣所捌甲伊行着个山，看去因就拜伊，总是有个犹疑。耶稣本话来对因讲话，讲天顶地下个权已经拢总予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予因归伫父、子、圣神个名。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，就驾驶因守，搁我日日甲恁指地，到世间的落尾。以上，愿上帝赐福咱所听成的话。